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先甲恁恭喜吼，恁伫即个紧要关头啊，知影通来上课啦吼。即因为时间咧过，咧变化足紧啦吼。因为当时要即种随时呢，我伫迄个今仔要上课的中间，我今仔主要是要讲迄个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到底是啥。在这个在讲的中间，初级班无上的，举手我看嘛，初级班无上的。我的先说，将咱这个民政府主要的法律，哦，各位安尼，小可对头啊到尾，甲做各位做一个总整理，互咱大家当知影讲，咱的理论基础到底是安那。做一个总经理，好会当安尼，互大家当了解这个。啊，足侪人这个初级班无上过，所以所以也较这个对这个咱的法律足侪拢袂要紧，足侪拢也无上过啦吼，袂要紧。我安尼融会贯通，甲各位讲甲安尼，互你堪人咧讲，较袂讲一半。人我毋知影要讲啥。人讲无话，足侪安尼啦。你反正要去讲互听，讲一半人讲无话啦，吼。我会甲各位做一个整理啦，吼。要讲目前台湾的国际现实以外，以前啦，吼。咱逐摆要迄个，我今日要讲的是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是啥，吼。伫即个进程。这是啥 ？TCC 是啥？来，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哦，西部就是民啦吼，人民民吼，就是台湾民政府啦吼。咱伫咧开，昨天晚上开始在开幕，或者是在各州咧开会的时阵，拢会先一个开幕程序嘛吼。开幕程序有唱三条歌，有无？有唱三条歌，佮讲咱的主张是甚物？吼，来，第一条歌唱啥？即个咱的临时国歌，临时国歌，逐摆咧唱吼，即拢用迄个英语咧唱啦，吼，我将即个英语吼，佮翻译做。翻译互咱看有啦，反正咧唱啥，拢无啥知影。我甲翻译做迄个中文吼，来，伊咧讲，即块土地是我的，是我的土地，上帝互我即个土地，互我即个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平原上，咱咧唱拢。This land is mine， 就是拢唱遮吼，互各位知影讲，即块国歌到底是咧唱啥？是安那个用这個来做咱的临时国歌啦吼。来，我看到啥？即句足要紧的，我用红的即句足要紧的。The children can run free， 自由的国家，世界每一个国家的迄个国歌吼。拢有讲到，一定爱讲到这个。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自由。美国国歌，我等下用给各位看。美国国歌也是有，纽西兰倒位也是拢有，除非迄个英国啦、日本啦，这款国歌是咧歌颂他们的皇帝，所以无讲到这以外，世界每一个国歌拢有咧讲到 free， 即个自由的土地。这是国歌每一个拢爱所在啦吼，来，请看我的手，带领我行遍这土地，带领我行遍这可爱的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人，但只要你在我身旁带领我，我怎样，我也变得更坚强哈。将这土地变成家园，如果我们必须 fight 战斗，我将奋战，将这块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 ，until I die, this land is mine。这块土地是我的，
哦，即、這个临时国歌是咧讲咧表示，即个出来入去用出来入去，即个国歌足下咱即个民政府目前的即个情况啦，吼、哦。啊，所以逐摆咧唱这個，逐摆咧唱这個，这中文的意思就是安尼，让咱家己理解到即个国歌，哦，临时安那个用即个做临时国歌，即、這个精神就是咱当咧拍拼的中间，即、這个精神，吼、哦。啊，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会唱到啥？是安那个，就唱日本国歌。啊？对，后边迄句叫我记得，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对不对？错。日本天皇的，这叫我记得哦，因为近年日本政府跟天皇是无啥关系呢。这是迄、那个，这是新的日本政府呢。不是古早明治政府哦，明治政府是日本天皇下卡指派的民治政府。啊，即卖个是麦克阿瑟甲用的这个日本政府，跟天皇是无啥关系呢，无啥关系。所以你若讲这个土地是日本的，错，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天皇的啦，吼、哦，天皇下卡的对，啊，这个吼、哦，迄、那个。二次大战以后哈，马克阿萨无要让日本唱日本国歌了哈。伊这个国歌是1914年，啊唱到1945，咱对1945有足明嘿哦。1945是啥？这吼，无，就是在荷兰各地1952嘞，都搁七当后嘞哈。这个就是日本投降，日本天皇接受投降的这个的日啦哈。啊，所以人国歌也无唱嘞，啊，到1945年也没有唱，也不准他唱国歌了哈。啊，所以日本这个虽然是安尼短短啊32年哈，到当时呢，19998月9号国会才通过，8月13佫开始唱到到几多日啦哈？1999安尼几冬啦？15冬，哎、欸，2014嘛哈。我开始唱15冬啦，即个日本国歌啦吼。无啊，伊无要学国歌啊，诶，无国歌，都停真久，啊，停啊到15冬前，1999啊开始，搁唱即个国歌啦吼。诶，啊，都无啦，45，诶，啊到99对，啊都啊54年，拢无国歌，日本无国歌，是到最近10几冬前啊开始吼，互咱知影。啊，这个国歌主要嘛是咧，因为这是皇帝皇迄、那个皇帝皇帝皇帝制的吼，所以这款国歌吼，无咧讲自由，无咧讲啥，即咧讲吾皇万岁万万岁，差不多拢即落型个吼，哎、欸，就是咧讲这嘛，第四代、千代、八千代哦，伊活足久了，40，就是咧歌颂讲天皇，伊安尼也当永远搁做伊安尼吼，哎、欸。32年了吼，起唔个要话，哦，这足侪人，咱这足侪人，你笑话难念，1936，笑话柔嫩个，诶，你讲1936，我当，诶，迄个笑话柔一嫩，诶，笑话柔一嫩，诶，出世个吼，昭和。昭和十一年哈，诶、哦，昭和十一年，虽然是三十几年哈，诶、欸，32年啦哈，哦，但是这块不是世界上帝的国歌呢，世界上帝的国歌对一国，你敢知影？啊？我甲人讲，我有肯定有写伫啊，乌干达。乌干达伊个国歌才25秒尔啦，25秒，啊，足好听呢，足好听。是安那，我唔敢个用出来。伊这个国家乌干达吼，这个国家有呐，伊吼，伊这个国歌吼，你会当个唱，但是爱交版税。我伫阮家电脑甲落来，安唱无代志。我若当只甲放落，我需要去甲纳版税，啊，无我着违反吼，你安尼听有啦吼。啊，所以恁等于恁若要听这个国歌，这个是一个艺术家做的国的迄个歌，足好听。恁等于甲写
啊，现在这个叫这个拍来，乌干达，啊，个拍《National Song》国歌啊，就那个电脑就随唱来听，哦，足水的，足水的吼。啊，恁等于家己听吼，免纳税，伫咱兜家己拍，家己听会当听，啊，伫外口，吼，我就唔敢违法吼。所以乌干达这是常识啦，乌干达，哎、欸，啊。哦，免，迄、那个出来去，伊迄无版权，嘿，无版权。啊，你像美国国歌、日本国歌、什么国歌，拢无迄啦吼，拢。刚才特别这个乌干达，这个有版权，爱版权啦吼。阵个你达国国歌，你做你个唱，伊爱你唱啦，吼、哦，爱唱来达国个嘛。好来，这是第二题。啊，第三题爱唱美国国歌，美国国歌是安怎个爱唱美国国歌？哦，美军占领的，啊是安怎伊靠管理层占领？正名，日本，哎，啊根据什么？伊会当占领台湾？对，有人讲对，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几条？25。来，马健，我先来讲者，先等下我讲者。哦，这拢迄个，来，我甲翻译出来，美国国歌啦吼。咱逐摆咧唱讲吼，美国国歌。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wrong early light？ 啊，不是咧唱，唔知咧唱啥。姐妹，开始来，让大家看有诶只吼。哦，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来，即个美国国歌是啥物时阵做诶呢？美国跟英国咧战争诶时阵，要独立战争诶时阵做诶啦吼。啊，所以迄阵也搁咧烧钱咧，也搁咧烧钱诶时代做即个歌出来，以后人用即个做美国国歌。啊，你啊，就是你啊看吼。随着破条民心，冒着一夜炮火，哦啊，在我军碉堡上，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哦，你著知影这个背景，就是一个咧跟英国咧战争。啊，所以哦，你是安尼个暗时啊，砰砰砰砰砰砰砰，到天光起来，哦，安然无恙。你看这新条件还不是高高飘扬？你看，你这样，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都爱讲自由，这个、国歌一定拢都讲着讲到自由啦，吼、哦，哎，所以这个恁若咧唱这个美国国歌，伊的内容是咧写这啦，吼、哦，哦，知影，啊，无拢唱英语的，反正也唔知咧唱啥，啊，都听伊咧唱吼，啊，这伊的内容就是安尼啦，吼、哦。哦，这台湾翠青，哎、欸，这样迄、那个基督教的亚洲，我看麦。好，这地有哪唱几十档啊？嘞，差不多这张了教会国歌同款啦吼。但是这地吼、哦、已经无下咱的国歌啦，无下咱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国歌啦。啊，这地也够足歹唱啦吼，足歹唱。啊，这地的作者是谁呢？这足有名的作者呢？1993做的萧泰然，萧泰然是咱台湾人，伫世界上音乐上强的吼，足强的啦。伊的交响乐，伊的什么啥音乐吼，萧泰然做的。啊，这个歌词箱呢，歌词吼，我根本写出来，是啥？郑而义牧师，哎、欸，电力和牧师做的，啊1993啦。啊，我捌甲迄个电牧师反映讲，你吼，伊个脾气足绝吼。啊，我讲我无要紧，我甲你讲，我甲你反映，啊，请你后摆第二条阁改进，无用这足歹唱，足歹唱会好听啦，吼、哦，安那就歹唱会好听。来，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翠青，这个唱足久啦吼。啊，我讲吼，这若要做国歌吼，歹唱，
因为这足好听的歌啊，但是迄个话吼，来，太平洋西南海边，平康音啦，美丽的台湾最前，这款吼要唱的好听，这是足水的歌，要唱的好听歹唱，若要唱的好听就来啦。哇、啊！好、哦，还有啊哦耶！啊，唔、啊、人叫咦？你国歌唱咦？唱，歹唱，唔是袂使哩啦，歹唱。啊，咱即卖，我即卖介绍者是要吼，就是要拜托各位吼，恁若有熟悉的迄个好朋友，会晓作曲的吼，咱真也国歌也袂定啦。啊，所以恁若有好朋友会晓。作曲的，请人来做，是安那呢？我有拜托小太人做了哈。啊，小太人你就知影，小太人最近身体坏坏啊，哦，一日定咧伫美国啊，啊，定咧进出迄个加护病房啊，吼、哦，哎、欸，这是我的神拜，伊给我归回啊了哈。这个小太人，伊这是伫2010两年前的10月23号，伊转来啊。伊坐轮椅咧，即迄阵就坐轮椅啦吼。因为迄个癌症现在开刀几啊摆啦，足侪，所以我讲，拜托你，啊，你毋着做一条啊，迄个台湾临时国歌，台湾国歌来一个。伊就讲无法度啊，伊即摆吼，伊讲叫我另请高就啦吼。我有拜托伊做呢。哦，敬仁牧师，嘿，我的同学，迄个伊有呐足好，但是。你今日牧师吼，我无甲拜托啊，因为啥？伊较侪拢迄个中国式的歌，吼、哦，我讲安啊，讲到遮就好。我听伊的作曲吼，足侪拢是迄个中国式的吼、哦，嘿嘿，吼、哦，勿紧啦，每一个人都会当做啦，啊，做出来，咱到时交入来吼，啊，再来评选看，哎、啊，对一个，对迄、那个，哦，阿门小等。啊，迄落安哦，人伊哦，迄落，阮来评选啦吼。啊，恁若有迄落好朋友，拜托因即摆就来做。啊，若做啊，搞起来哦啊，变作咱的国歌，咱把你那边将两边接整了，爱变国歌啦吼。诶、啊，所以伊甲我讲无多啦吼，伊即摆拢真正拢咧走个师傅无多。啊，所以我着爱拜托讲，吼、哦，咱再来上课，即咱台湾中心，恁若有熟识朋友，紧。拜托因做吼，唔免赶紧嘛，慢慢啊来，赶紧做，啊到时才来做伙来评选啦吼。诶、欸，好来，那讲台湾国歌的损失，爱用这个自由 Commonwealth 就是联邦的是，好来，台湾来最后的出路是啥物？台湾伊会发展别日啦，这个国家会变作啥？上界多，就是比这个 Commonwealth 邦联，跟日本，日本皇帝下骹一个日本，一个台湾，咱跟日本是变邦联联邦啦，哦，邦联嘛是一个国家呢，哦，唔是迄、那个，你唔通看说邦联。这个英国吼，以54个主权国家，包括属地所组成的英国女王，下骹是有54个国协呢，哦，咱是较两个尔呢，日本跟咱尔，哦，咱别日啦，就是天龙伊家下骹咱两个，一个日本，啊一个台湾，哦，两个都是安尼，那亲像日迄个英国女王下骹有英国，啊有加拿大。有澳洲，有纽西兰，哦，迄拢就是 Commonwealth 邦联，哦，有可能变作独立的国家无？啊？要安那变？啊？啊？这跟美国就无关系啦。有一个时阵会同意，就是啥呢？承诺讲啊，帮你得走啊。那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咱最后的关系伫底，伫邦联尔，吼，袂当讲变作，就是国天龙咁样放，
无可能会放啦，无可能会放啦，吼、哦，诶、欸，好来，所以台湾吼、哦，咱即卖安尼，唔通讲哦，新个独立的国家，诶、欸，迄种空想梦想诶，吼、哦，诶、欸，迄是大家愿望啦，但是古早伫迄个，迄也也唔知影诶时阵，伫即个大家咱即个理论，台湾民政府诶理论也唔知影诶时阵，咱拢想讲，诶、欸，要安怎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哦，咱较早大家嘛讲。哦，连张了教会迄阵嘛想讲，啊，新个独立的国家，事实无可能啊。照国际法内底，咱无可能会当做新个独立的国家啦。哦，迄是国际法即摆他较知影。哦，啊，啊，加拿大，啊，这个Australia， 啊，纽西兰，哦，纽西兰，纽西兰，纽西兰，天佑纽西兰，伊个国家，吼、哦，伊嘛是有。保佑我们自由之境，吼、哦，拢拢哦，迄、那个，就是爱有自由啦。God defends our free land， 我们的自由的土地，哦，自由的土地，拢国家拢啊，所以你若要拜托迄、那个咱恁朋友做的时阵，诶、欸，这个自由啊，卖伤长啊，短短啊，较好唱嘞，安尼吼，诶、欸，较好唱嘞，啊，这到时评审。对对立啦吼，哦，好来，咱开会啊，拢有一个迄、那个两个主张啊，两个立场吼、哦，啊，这拢较早拢主席咧念，啊，即摆有迄个书记咧念，别日啊，恁每一个人，恁遮咱即个料，搁去办料，啊，搁再点招料，咱是拢是政务官呢。也放出来呢，啊！你都要去主持会哦，哦，啊！去主持会，来，今仔日咱先来读这个看主张，你都要读啊，吼、哦！来，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是，来，大家坐下来读，依据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来，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来，最后一个立场是把对中国殖民权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哦，这个咱民政府主要诶两个主张啊，两个立场哦，这些拢爱清楚哈。哦，我这个表已经旧诶啦哈，我写这，你知影现台湾的公务人员有几个？不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公务员有几个？差不多20万啦。哦，啊，咱民政府讲几个就会当执政？啊，4000加20万，一个人爱做几项工课？做几个人的工课？啊？安尼20万加4000。50，对吧？一个人爱做的，嘿，啊，所以，吼、哦，那秘书长来讲，哦，咱连伊要执政了，我听了吼，逐摆都昏去，啊，哪昏去？咱几个人尔，啊，要派，来派你去迄落，派你去银，迄落中央银行，互你去中央银行，我保证你一礼拜变撇来转来，嘿。你阁改一个人啦吼，啊去啊派伊去到底，人地生疏，啊阁逐项要叫你解决，啊若公务要叫你批，啊小要互你看，啊若我变你签落变你歪哥清散，我会当变变来倒来，还阁袂歹嘞，唔能到时清散哦，吼，咱对这个民政府吼，对这个钱项吼，足重视，吼，袂使歪哥哩，袂使啥哩吼，因为生活到时拢会真好过嘛，吼，啊，真好过，啊，所以
绝对袂使歪歌哩吼。我写这遐侪，足侪单位呢。哦，偌侪单位，什么内阁办公、消防总局内阁是不是？啊，一个单位甲派这个四五个去尔啦。啊，你有才调无？所以伫遮我先讲咧，你今仔来上课，你变作咱老五啊的，咱公务人员永久的哦吼，免退休的。啊，你为着要保持的，你还搁招两个啊做伙，含你做伙去啦。哦，你讲你到时会让，互咱选嘛，选讲你要去对一个单位啊。啊，到时要去，你若阁招人来，啊，写讲这我推荐的，啊来，到时这人受训了，会当你派去对，当对你去对啦，哦，啊你来就较会当大家较壮胆，哦，较袂讲哎，这是安那，啊无小可哦，参详的换贴的啦，恁囝啦，恁弟弟的啦，安先大家较小叫嘛吼，我讲这恁知影意思，就是无咱真人无够啦，啊去吼，阮四阮编配来转来啦吼。哦哎、欸，我这要派单位偌济呢？什么国土交通局资源，什么后生哦，这是卫生署啊，卫生署甲派几个，一、两、三、四、五、六、七啊，七个都要卫生部哦，哎、欸，无才调了，无才调，所以爱看人，咱也无够，人也无够了哈，无够，无够，绝对无够。啊，美国伊在逼啊，逼讲。要你赶紧爱人数够通要移交啊！哦，啊，足烦恼嘞！要派的单位有够多，有够多啦！哦，什么政治局啦，啥都位，什么廉政啦、海关啦，单位什么重建基金都足侪单位啦！爱派二十人，啊，咱二十万啦，啊，咱四千个，看要安怎派啦？吼、哦，大家拢做生个，我一个要管遐侪。哎、欸，这是拢政务官也忙出来吼、哦，所以人是隐忧啦吼。登、哦、报纸，你唔知影迄个民政府的理论，你要安怎叫伊做咧？咱是因咧旧的公务人员，是啥？咱要用就用，唔用就唔用。啊，咱这个政务官是爱法律爱受训过哦。啊，台湾民政府的精神是啥？知影的。哦，阿哥未歪歌的，哦，现在，哇，这较要紧啦，吼。哦，啊，这足多啦，什么国安参谋会议啦，什么现在，哦，单位有够多。好来，啊，这是哦，迄、那个中央参议员三十一个，啊，众议员几个，到咱阵吼，咱阵遮议员吼，一直拢咧分配啦呢，哎，照遮迄、那个因今仔日。今仔日来受训的是迄个宜兰的内阁，拢内阁啊，宜兰跟台中，哦，是今仔日你等下看，两百几个会伫遐，啊，我下晡后遐课，我下晡后要甲伊上课，诶，迄个要排足济啦，吼，啊，所以你若受训了，啊，知影通受训了，啊，知影讲看你要爱去倒位，你爱填志愿。哦，啊，人派去对，啊，来，恁两个是我介绍来，今日要跟我做伙派来，啊，你讲嘞，写嘞，啊，就派跟你做伙派出去，哦，你听有这意思，啊，所以爱有家己底气的啦，吼，啊，跟你做伙当派出去，较袂介一个出去，嘿，哦，一堆啦，哦，要派一堆。来，哦，拄啊，食遐是按国语，哦，虽然恁阿好运阿来遮受训，啊，知影这个，但是还无够啦，吼、哦，有那都爱搁较侪人会当做伙啦，吼、哦，来，阿、啊、来开始进入咱的正题，什么台湾诶实际诶国际地位，台湾到底是国际地位啦，哦，唔通家己想诶啦，国际地位。法律上什么性是什么吼？咱开始来理解了吼。哦，这有足多，我拣两几项啊起来讲着。这独立，来，我讲对第二个开始讲，第一个跳过去，第一个我跳过去。第二个，讲第二个是想讲的，讲台湾不是国家。2004年前，国务卿毛威尔。是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而且鲍威尔，你知影先嘛吼？
伊是中东战争，伊阵是做，指挥中东战争赢，啊了，美国总统甲用起来做国务卿，啊了，伊这是李孔孔树林讲的话了吼，台湾不是国家，啊，咱迄阵听着讲，我本来是不是台湾不是国家？哦，是吧？咱拢想讲安尼啊，啊，人就事实甲你讲，台湾不是国家了，哦，啊来，啊，中华民国嘛不是国家呢，现讲的，这是当时讲的，李孔孔树林，伫迄个伫对呢，伫对遮，我伫美国，伫迄个北京的一个记者会讲的啦，我等下会写出来，哦，啊，迄个中华民国吼，伊无讲伊讲。中华民国就是这个啦，讲的是台湾地理当局哦，伊无讲希望讲，伊即卖美国咧叫这个骂人家，无讲伊是 ROC 啊呢，即卖无啦，连中华民国都无去啊，因为中华民国死去啊嘛，哦，有蒙牌恁有看到无？南京有这块蒙牌伫啊，恁有人互恁看无？哦，这块蒙牌伫啊，中华民国已经死亡了，啊，所以叫这个叫做台湾 Authority。台湾治理当局啊，说有的台湾治理当局，我来啊 ，Chinese Taipei， 即卖的 APEC 哦，咧伫北京咧开会，伊甲台湾叫做啥？伊甲唔是台湾啦，伊甲中华民国叫啥 ？Chinese Taipei， 啥物叫做 Chinese Taipei？ 咱警告他拢唔知影 ，Chinese Taipei 是啥物叫做 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你都有野人啊？哦，好了。你都有野人？台湾都有，中华。像你台北，跟我包括你中华。哦，我台南讲，奇怪，我高雄、台南也无像你台湾，也无包括，因出咧开会无代表阮呢。伊敢那讲是像你台北尔呢？我较早我拢想讲，哦，这个用这个名哦，忽视我们。我台南人，我是安那个，我台南无属这个国家，安尼管的。咱迄阵拢，我迄阵拢想安尼啦。啊，原来这前年台北是啥？来 ，Chinese government， 来，中 Chinese 台北，哦，中间有加一个 government in exile。因台北来，这是这个 exile 哈，就是流亡啦。来，大家坐来读这个 exile， 啊，日本发音读作 exile， 哦，我那也通了哈。日本的读作 exile， 啊，正英语发音咩读作 exile， 来 exile， 来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啊，咱警告他，伊这拢甲咱讲无去。在国际上，较讲嘛讲用 Chinese Taipei， 直到消防长去，人家叫做啥 Chinese Taipei， 就是你中华流亡政府伫台湾的，哦，啊是安那较爱用台北，较无用 Chinese Taiwan， 佮无用 Chinese Taiwan 就哦，包括所有的台湾，是安那较无用台 Chinese Taiwan， 唔是唔敢讲，伫国际上内底流亡政府去到底就用迄个城市的名。哦，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伊流亡到台北，所以叫做 Chinese Taipei。比如讲，二次世界大战，韩国政府流亡去上海，叫做啥 ？Korean 上海。哦，法国灭亡，走去伦敦，叫做啥 ？French London。哦，你讲流亡去倒位，都要世界法的内底，流亡去倒位都要用 city 的名。城市的名啦，你听哦，啊，所以伊也袂当用 Chinese 台北啦，Chinese 台湾啦，伊干那会当用啥 ？Chinese 台北安尼名啦，哦，袂当用 Chinese 台湾，原来这就是国际法规定流亡政府，啊，伊就是流亡政府，啊，咱拢唔知影咧讲哦 ，Chinese 台北 ，Chinese 台北，原来中间人外国人知影讲 Chinese 台北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安尼啦，啊，咱拢唔知影呢，咱是即摆去读大学，才知影讲，哦，原来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 ，Chinese 台北，哦，
这样大家知影吼，像你台北原来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较早咧讲，哦，啥我南部也无包括我在内，无包括你在内就对。伊这就是用伊流亡的，搁讲一摆 city 的名，城市的名，哦，按大家理解了吼。所以用 Chinese 台北，袂当用 Chinese 台湾，伊嘛偌紧用 Chinese 台湾呢，所有种包括啦吼，台湾，哦，无伊干来当用。city 的名，城市的名，哈、哦，啊，所以中华台北一直就是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这种中华台北，那时候哦，中国台北，啊，不是，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安尼啦，全名就是叫安啦，啊，咱前够咱戆戆拢叫啊，国际法律时阵咱也唔知。叫拼啊！讲哦，强尼斯台北，强尼斯台北。即个李孔，个 in a press conference， 就是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记者会 ，in Beijing。啊，伊即个马威哦，伫北京讲遮话哦，讲拄我只讲个啊，台湾不是国家，啊，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什么啥，伊这底下很讲个啊。啊，第三，你讲台湾这个我，哦，这是第四，这个爱讲，这个较近，这个较最近讲的，这就是迄个李孔一，讲这个人，这 Catherine 是美国的迄个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美国是卫生部，啊，含迄个公共服务，我这会做一波了哈，我做卫生公共服务部了哈，哎，以前。啊，这个部长是一个小姐哈、哦，叫做 Catherine Sebelius。你们看看伊呢，伊要做这个部长以前，伊做啥呢 ？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堪萨斯州的州长哦。做偌久？2003到2006六七档呢哈，做堪萨斯的州长哦。啊，做了2009。他去哦，聘请来做卫生服务部的部长。啊，这个人去倒位呢？去，因为伊是卫生部长啦，吼。啊，来，每当五月第二礼拜了，无新增五月第二礼拜了，日子内话有开一个会，叫做 WHA。啊 ，WHA 开会，所有的卫生部长拢爱来参加。哦，所有的卫生部长都要参加，拢总有几个国家？194，我写你对。哦，194啦，哈，即194啊，194个国家卫生部长，拢伫日内瓦咧参加，一当一办的会议，哦，哎、欸，五月第二礼拜了。啊，这个，迄当吼，迄当拄啊啥呢？我也未记你对一个台湾一个，这个卫生部长迄、那个，啊，有一个台湾的卫生部长迄、那个叫做，啊，邱文达对，邱文达，中华民国，伊迄阵吼，吼伊呛啊呢，讲嘿，恁大家警告他拢未当入去会场哩，我会当入去会场，原来是安那啥呢？人民共和国台湾，去列席啦，伊伫安拉 PRC 啦 ，PRC 是倒位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干要用中国下骹台湾去参加民国前，咱就当参加啦，一定要咧庆幸，伊用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列席参加啦，啊，所以伊就去参加，啊，这个 Sebelius 吼，讲啥呢？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底下讲这个话哦，恁家大家拢袂当讲台湾安那，干那恁爸会当讲尔，无伊查某讲恁做嘛会当讲尔啦吼，查某讲恁做嘛，恁拢袂，恁大家国家拢袂当讲哦。啊，我伊也无要讲个清楚吼，讲台湾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
第23条是咪啥？是阮美国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伊若讲讲，连着代志吼，咱着闽南话。伊讲，啊，恁都无管伊当讲啦，干那我美国会当讲尔啦，啊，会当讲啥？啊，无要讲个清楚啊，吼，伊若讲个清楚吼，哦，咱着对两当前着开始啦，吼，两当前着开始，哎，着知影讲，哦，啥物啥物啥吼。这个，咱拢知影讲 WHO， 哦，什么叫做 WHA？ 那若讲到 WHA， 你敢知影？对，迄个咱拢前高当拢读过 WHO 哈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迄个 O 是机构 organization， 而且 WHA 这个 A 是 assembly 就是开会啦。一冬甲开一摆尔，一礼拜，哦，啊，所以你若看到 WHA， 就是咧讲世界卫生大会，哦，按清楚啦吼，啊 ，WHO 是世界卫生组织，啊，伊咧每冬开一摆，开一礼拜尔呢，一冬开一礼拜，啊，就看就今年要开几年，啊，对要创啥创不啥，拢伫迄个会咧决定个咯，一冬一摆，伫日内外开个啦，逐冬五月。哦，我有哪去为着，我有哪去参加足一摆呢？我参加六七摆呢。哦，去迄个大会啊，我去参加六七摆。去参加啥呢？迄阵拢想讲，台湾都要加入 WHO。哦，咱大家嘛讲想台湾一定要加入。哦，未当讲去一下啥。我迄个头啊是，基督教长老会总会派我去吼。啊，我第二当开始我就知影讲，这去吼，伊较早土行者因咧去，啊，拢干呐，也是去摆啊，按那 protest 哦，抗议啥？抗议讲袂当加入啊，抗议啊，拢差不多欧白个，啊，我去吼，讲安袂使，过冬我就开始，带迄个会唱歌个，啊，迄个乌港炸嘞，拍个去遐唱哦，各国个迄个记者听。台湾转胜利吼，啊是微笑 return 吼，我们将回来是不是？用一个唱一早起呢，因为唱一早起，我早起去领迄个旁听证，啊下晡我就一直唱到十二点，啊到一点才开始要开会，即个迄个拜拢拜才开会，就是要开迄个 WHA 吼，就是要开个会，啊我伫个进前吼，我就唱啊。哇！唱好作调啊！记者来作讲，休了！记者啊来，好，我唱嘞，我安规定规定者，我去唱六七档嘞。我甲秘书长讲，拢嘛厉害，咱的秘书长我讲拢嘛厉害，啥厉害？啊！你也无较早讲嘞，台湾不是国家，啊，永远都不能参加。啊！你搞得怎么样？好，唱歌，话要落实啊！你好，特登去，我了家己的钱嘞，了家己的钱嘞。虽然迄个阿扁也有用一个迄、那个。迄个行政院顾问叫我带团去，啊，嘛是拢爱了家己的钱，哦，六七档啦。我讲啊，必须叫你啊，这个理论你啊，唔较早讲的吼。台湾不是国，啊，不过即卖吼，联合国有无？咱即卖也搁咧鼓吹讲要去联合国有无？要去加入？会怕着啊？都唔是国家，啊，家己啊唱嘛无效。我去六七档去遐，啊，罗中光牧师对，啊伊咧，啊来叫伊来上课啦，伊较知影讲。台湾根本不是国家嘛，哦，来，这个是主要的迄、那个阿关，这個旁听席哈，旁听席，无啦，伫四楼啊，啊，大会，尊公这是大会场，啊，154个代表，啊，一人一国差不多有两三位嘛，哦，啊哩，啊，阮咧伫边啊，诶，几楼顶啊，旁听席。在透早去排队呢，迄中国嘛派迄个职业学生去甲阮唱，无几位嘛，啊，阮在透早就去排队排迄个旁听证安尼啦吼，啊，哦啊，有一档吼，哦啊，这中国吼，中国人足好讲白话的呢吼，安那讲白话，我讲你听，迄档都要杀死啦，迄个中国的迄个卫生部长，叫做高，姓高，名号做强，高强了。台湾的 SARS 是我们在支援他们，我们在指导他们的。台湾和我们是血脉相连、哦、
台湾人的健康是我们在照顾的。欸，你听了会佩服的未？你啊，我伫遐边啊，旁听时，我听到伊踮遐咧佩服了吼。欸，真正讲这话呢，伊起来发言啊，190几个诶国家听伊讲，原来台湾就是拢因咧照顾的，会拍到伊靠伊来台湾都袂当咧个，伊咧陪。哦，啊，我有哪会叫我袂恁去扫？我人徛起来，直接徛起来，我用英语甲话一句讲。Liar, L-I-A-R, 就是讲白菜话的人 ，Liar， 哦，好，迄讲落吼，警察虽来呢，哦，联合国的迄个警察虽来呢，哎，我搁穿白衫啦吼，啊，所以伊话足尊重我，好我去坐，因若别人就随你啊随伊安尼，啊，伊搁尊重我讲医生吼。啊，所以阁予我坐咧，我口罩挂咧，经过叫来坐咧，安尼。啊，我着乖乖啊去坐咧。啊，迄张相翕出来吼，啊，写啥？四位旁听席上呛声，信徒院长疯了。我伫遐甲呛声个呀，啊无人哎，甲呛声哎。我一生都两个报纸个第一版哦。中华日报、甘中国时报第一版报着我，我就为北边未下久未忍哩扫个枪声，来呀、啊，讲白实话，啊，真正你去听你啊，我遐有录音伫咧啦，我因为时间无就放互恁听，迄、那个录音吼、喔，好听，迄个臭屁吼、喔，屁甲迄落听了你都佩服啦，你真正佩服啦，啊，我迄阵了过冬过了，我两三冬袂当入去，啊，到尾吼、喔，到三四冬后吼、喔。入去吼，伫海关甲调差不多一点钟。啊，了我讲啊，什么事？我没事没事没事。啊，一点钟了，互我入去。以后我都搁大概搁半消费来款。啊，无第一摆去我拢袂当入去。啊，以后海关甲我冻一点钟，啊，互我入去。啊，都讲没事啊，因为讲没事，唔知有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无啦，都是发声啦。就系公报讲起咧，台湾首间西医院向中国呛声啦，就是为着迄个我讲起咧，迄个赖啊，迄个啊，迄个甲呛声迄个啊，哎，个啦，讲白话嘛，你若去你嘛听了足受气个啦，哎，把你那脑炎吼，我用一段差不多爱伊演讲超过五分钟。哇，讲迄个声调，真正听了会佩服。我唔卖互恁佩服啦，啊，真正听了足气的呢，听了足气的呢，血脉相连呢，咱堪咪是血脉相连呢。什么？伊讲的？哦，伊底下咧讲啦，啊，我就徛起来边啊，当面个，因为我咧楼顶嘛，来啊，发落去，啊，就应该唔知啦，啊，就。那个警察就随来了呢。啊，来，搁一个，你讲台湾的法律地位，搁一个这较最近的，这较最近的，台湾的这是朱时伯伫旧年的六月初九，星期日的一篇报道。啊，是安那卡有这篇报道呢？这是对美国发表的。啊，台湾朱时伯记者对这美国的报纸。你咪做伊家己的朱时伯报纸，啊，是安那开始这呢？原来那时候是习近平要去见奥巴马，要去见奥巴马。啊，即卖美国吼，看伊在换掉，那是故意有那讲巧啦吼。美国啊，伊知影讲，哎，即个来就大概要讲台湾啦吼。伊常将迄个二次大战以后的很多文章吼，甲伫美国甲解密。古早拢白面，甲解密了，伫报纸甲编出来，讲台湾哦，跟中国是无关系，跟什么啥，拢迄拢伫解密的文章内底，甲编出来。哦，报阿兰家就是咧报道迄啦。哦，什么特派员在华府，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央情报局咧写一寡机密文件，拢甲解密出来，阿个报讲。迄、那个主要目的就是讲台湾唔是你的，吼、哦，到尾
奥巴马吼去，拢无讲到台湾呢。美国啊，都事情就先甲放，放迄、那个遐一挂解密文章，让习近平，让无啦，可以好看，好世界讲看啊，讲啊是啊，你若去个乱啊，啊人都解密的文件都写你啦，你搁咧乱，所以有人内行开啦吼、哦，啊所以有人无个乱啦吼。哦，以前那什么台湾人美国啦，什么四九年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啦，什么写个一大堆吼，有一个足主要的，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哦，这拢底下拢发表，拢遐解密文件，拢机密文件拢个解密，报这啦。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啊嘛不是，嘛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啦吼、哦。来，这一种最要紧的，这结论啦吼，在这，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在被占领的领土啊！这咱古早咧看，嘛恁嘛看无，咱大家嘛看无。啊，咱即摆看有啊嘛？你若读过法律，知影讲，仍是被占领的领土，是相占领的，美国占领的啊！较早咧，咱大家咧看这個，你若无读这法律，你敢知影半项？这被占领啊，就去互中国占领的呢？唔是，照世界公法内底是美国占领的吼。旧金山和平条23条写个足明显，就是美国占领的吼。啊，这是两档案尔吼。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迄、那个，而且我搁记一个吼，我而且无写着。这个蔡英文做行政院副院长的时阵，伊去。迄、那个开会 ，APEX 开会，啊，迄阵李登辉也咧做总统，啊，转来，啊讲，用迄、那个，伊讲叫阮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咱台湾是独立关税领域区，就会当加入安尼啦。啊，转来，啊，李登辉问讲，啊是安怎？伊讲，啊，美国啊，都讲叫我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啊，咱就会当加入，啊，就真正加入，哦，转来，大家拍波个拍个，哦，台湾终于出头天会当加入。啊，原来你若去考察，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被占领的土地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啦，嘿啦，事实上国际法的规定是安尼啦。咱你阵啊，戆戆唔知影，好厉害！台湾中华民国个变数会当加入迄个国际组织啦吼，就是独立关税领域区吼，原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啦，被占领的土地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啦。伊这迄阵嘛唔知影半项，迄阵唔知影就讲啊，用这就会当加入啊，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就会当加入啊，啊就讲啊就叫咱安尼啊，伊哦来，哎呀，你来遐放迄个 One China Policy， 啊拜托放一个 One China Policy， 大家看一个，大家看一个来。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ung versus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1.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2.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 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3.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4.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5.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来，这个档案我要给各位看一下，伊这吼，伊这是 Image Credit 吼，要讲提供的单位是对几个单位啦吼，美国国务院啦、Central Department 哦，国务院啊，对，国防部，来，这看咧 ，USMG TW 这到位，咱的 T 哎、欸，美国军政府哦提供的吼，哎、欸。这篇重要件，这篇拿出来，好足侪人看，知影讲台湾唔是属中国嘅，啊唔是属中华民国嘅，吼、哦，台湾是还是个被占领的地区，吼、哦，哎，唔通讲，哎，我、哦、是对的，啊，咱逐摆咧讲，来有一句话，咱大概听了，你小可想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啦，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你听到这句话怎样？都是一个，都是同一体的。对，这句话对呢。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哎，因中国人啊，我台湾人啊，伊在讲迄个，要注意听哦。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应该联合在一起，对啊，中国人跟中国人应该联合在一起啊。啊，我是台湾人啊，哦，哎，这爱分别的清楚，所以古早哦。我哋啊，唔知影这理论的时阵，啊听了会紧张咧，讲哇，啊即卖要中国变统去啊？无啦，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是咧指因规国的啊，规系规官的啦吼。无影，你个啊，我你讲这個，我是哪了几分钟来讲者？即届迄个萧万长去吼，要讲着迄个。九二共识哦，随个咩音，随个消音去。你无注意，伊咧讲这个时阵随个消音，伊都无咧讲哦。无啦，因遐消音啦，因遐大话随个消音啦。啊，咱遮个录转来，咱遮随迄个。伊无要想讲九二共识啦，伊无要看你九二共识啦。我即嘛，这就是拄啊，只我迄一般 grade 个美国军事政府台湾 USMG 台湾，这提供资料的遮啦吼。诶、哦，美国军 USMG 有提供资料哦。
啊，这就是拄啊只遐，我甲翻译规个甲写出来吼、哦。这当拄啊只大家有看过啊。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SA. 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区了哈。结论来讲，这个就是people on Taiwan。啊，你是不是这个？你是哪个？不是 people on Taiwan。on Taiwan 是啥？住在台湾的人，咱家大家拢是呢。马英九是不是？嘛是是，伊嘛是 people on Taiwan， 住伫台湾呢。阿边啊，差一字尔。People of Taiwan， 就是咱这是 people of Taiwan。马英九不是 people of Taiwan， 他是 people on Taiwan 而已。啊，咱呢，咱是 people on Taiwan 个 people of Taiwan。哦，这搞清楚哦，咱拢是哦。咱拢是 people of Taiwan， 个 people on Taiwan 哦，哦，这有分别是啥呢？美国台湾关系法哦，对付的主要目标是对象呢 ，people on Taiwan， 哦，你看台湾关系法是对所有住伫台湾的人咧讲的，所以啊嘛对咱咧讲 ，people of Taiwan 嘛是 people on Taiwan， 哦，咱。哦，所以台湾关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对针对 people on Taiwan 咧讲的啦，吼、哦，哎，拢总带你家的人，吼、哦，这事实查一日呢 ，on 跟 off 天差地啦，吼、哦。好来，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下，日本 Article Two 第二 B 来，这个。古今山河用吼，足侪条，27条内底，我敢若爱恁写个，要爱知影3条呢。二 B， 来第二 B 你写个，第二四 B， 哦，啊，等下我解释这三条是二 B、四 B， 啊个是23，哦，3条呢，这咱会当读个，这对咱台湾切身的关系，多这3条，哦，二 B 是咧写啥？二 B 就是将日本放弃台湾的领土权，啊，讲个简单嘞，你个就是放弃台湾的领土管辖权。我这应该写放弃台湾的领土权，应该是写台湾的领土管辖权。你不能不放弃台湾的主权哦，一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权了哦，管辖权了哦。无放弃主权哦，这里边哦，所以这伫国际法的内底，哎，看到是，讲啊，日本都放弃啦，伊放弃在那阵就一间公司，哦，啊，我当时长了经营了歹，我讲啊，这间啊无来，别个你去做，啊，哦，别个啊去做，换你去，嘿，你看我办好10档、20档、40档熬了，迄个主管也想诶。一个日本天皇的呢，啊是将这个管辖权让别人去做，哦，啊管辖权都给美国啊，美国是根据23条，有权利放弃台哦，美国是根据23条台湾的领土权，都是管辖权啊，哦领土管，这哎恁大家加一下，加一下管领土管辖权，加一个，哦按较清楚，领土权。跟领土主权无共款，哦，主权啊，跟领土权无共款，领土的管辖权呐、啊，他没有放弃领土的主权，他放弃领土的管辖权。你必须写这哦，哈、哦。啊来啊，四 B 嘞，四 B 是咧讲 USMG 啦，哦，古今山河和平条约内底有哪讲到 USMG 呢 ？USMG 是啥？美国军政府啊，来，咱台湾民政府 TCE， 也咱的店面的老板是像 USMG 哦，吼、哦，啊 USMG 下骹是 T
TCE 哦，啊，所以咱唔免惊半项。伊中华民国政府啦，是不是？伊唔敢来甲咱啊，你成立到阵，伊也唔敢，因为咱是属于 USMG 下卡的一个单位，伊唔敢甲你介绍啦。啊，你呐，迄个台湾政府，你呐 TCE 迄个西部甲退开，变作台湾政府，变作一个独立，当时要甲你掠都拢会当。哦，你听哦，所以你伫 TCE 下卡就安全。哦，因为咱的店名是 USMG， 大家唔知对这有清楚无吼？咱足安全的，就是咱的顶头是 USMG。USMG 的顶头是啥？无，要未到遐，要未到遐？国防部。所以咱跟国防部有关系，跟国务院吼，比较的较无关系呢。哦，我讲这你也该了解嘛吼。咱的顶司是 USMG 就是国防部内底的一个单位，哦，啊，所以咱直接的关系是牵对美国国防部来的。你看拄啊，只迄个内底，美国国防部啦，什么啥啦，足侪单位拢会提供遐资料，哦，咱跟国务院，你讲哦，来国务院跟伊争取啥？你又不是我下骹的是一个单位，伊会唔插你？啊，若跟迄个 USMG 对只国防部去，伊是咱的顶头上司。来，这条台湾的国际定位正常化是关键，就是爱看美国啦，美国安那终结这个啦吼，并设立台湾民政府，将台湾领土权的吼，爱讲领土管辖权呢，应该领土管辖权移转于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而非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咧讲 people on Taiwan 哦，啊，搁说了，这个重要紧。咱台湾是要实现 autonomy， 要自治，唔是要自觉的，唔是要 self-determination 哦，无条件通自觉，台湾无条件通自觉，因为领土也唔是你的，你要自觉啥？哦，就那阵我拄仔才讲，我的公司互你咧做啦，你即摆开会讲，咱家己来变做咱的，会当袂？你看啊，安那，经过山谷，经过弯戈壁沙，是不是？现在领土，你的旁边一个公司嘛是一个我的，哦，中华民国虽然安那，台湾伊拢照国际法拢袂当，哦，来，这个叫，伫要主题啦，吼，台湾会当主题，这主题英语写作 autonomy， 唔是 self determination， 这都爱慢慢啦去理解，唔是要迄个主权咯。主权就是要搁决定讲哦，无咱来独立无，啊，咱来啥？你都无迄个资格通咧主张你家己安那嘛？你会当主持叫啊？咱来搁一点，大家爱注意就是，咱唔是要向中华民国政府讲要甲接政权，你要甲接政权马上叫我拍死，你唔免插伊。咱是要向美国军政府接政权的，唔是要向迄个。中华民国接政权呐，你若要向中华民国接政权，你马上变做烈士，哦，迄个必须都搞咱是啥？先行者对不？唔通去做烈士，你这观念你着清楚。你若要向中华民国接政权，你就会变烈士啦。啊，咱是要向美国军政府、国防部这哦接的，哦。先行者，哦，这些先行者跟烈士，你着他，你若要向中华民国，你稳做烈士的，我来讲，哦，啊，咱对象着搞清楚，哦，这观念上要搞清楚，哦，这是战争法的观念，哦。来，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来，今来选举搞了，吼，今较无了，吼，这较无，那刘备的选举的，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对不？对，吼，我拍不惯，吼，爽快。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会对无？是安那唔对？啊，我前出世就伫遮啦，啊，唔是我个，啊，无要啥个？啊？哦，我伫台南足侪胡伦社拢有去演讲啦吼。
啊，人问这条，大家百分之一百讲对，这个听到会爽的。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对无？对，绝对对。啊，来咧选举，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对无？对，哦，我怕无啊，吼，爽到要死。哦，好，哎，咱咧注重这吼，不要感情用事，哦。啊，毋是选举，毋是咧选举，爱照国际法事实看是安那来讲啦，吼，诶，袂当话爽的啦，吼，诶，毋是话爽的，都赢啦，吼，诶，来，秘书长，逐摆用这个 Ambassador Hotel，Ambassador Hotel 就是国宾饭店，讲国宾饭店是在国宾饭店的人的，诶，我讲。我伫台南演讲，我拢用这台南饭店吼。啊，讲，诶，啊，你顶完了就讲，台湾是住伫台湾人的人，对。啊，是啊，台南饭店是住伫台南饭店的人，恁就讲唔对，是啊呐。伊讲叫，啊，开安尼。诶，大家都听伊讲唔叫，啊，都我住伫国宾饭店，啊，这间也唔是我的，啊，我都住伫遐，是啊呐，唔是我的。迄个啥？你有伊的所有权无？对无？对啦，就是安尼啦。你有经营权无？你有所有权状无？啊！台湾的所有观众伫底，台湾的地理所有观众伫底，日本天皇啊，迄个治理管理管辖权嘞，美国，诶，啊，你无半项，啊，你讲做许做你的，这间公司你也无迄个所有权证，你也无经营的管理权，啊，这啊，我住伫台南饭店，讲台南饭店是我的，哦，所以有时候用安尼做比如，大家就该当理解讲，哦，哦，原来就是安尼啦，哦。要从法理及国际条约来着手哈，唔通干啦，那感情用感情因素，啊是咧政治语言，啊是咧选举，哦，台湾是到底台湾的人诶，对无？对，啊，话个欢喜啊，爽啊，哦，听了够足爽诶，咱家己诶就对了，哦，啊是要照法理来啦，唔通用咧话感情因素啦，哈。来，阿伯，这块土地是谁的？台湾。来，1895年4月17号，下关条约。我较爱用下关条约了吼，因为照国际法的规定吼，伫倒一搭签的约，就是叫做迄、那个，你讲南京条约，就是伫南京签的；下关条约，就是伫下关签的，唔是马关的，马关是。完全国家唔知安怎搞翻的，反正是伊伫日本西摩罗设计迄个所在签的条约，叫做下关条约了吼。啊是，来这下关条约吼，就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跟日本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就是皇帝对皇帝咧签的，因为这土地是啥个？唔是政府的哦，是清朝皇帝。清朝皇帝把这个土地割让给日本皇帝，哦，安尼知影，唔是啊，割让给日本，啊是给日本政府，啊就唔对啦，唔袂使讲安尼啦吼。这土地所有权是伫皇帝吼，来，来，哎，我敢问者，这是什么战争？了甲签下关条约，是安那发生甲午战争的？你敢知影？来，有人知影是安那个发生甲午战争无？八国联军另外，八国联军迄是另外。啊，八国是安那个日本会跟日本相战？伊跟美国相战？甲午战争跟辽东半岛。无，拢无。来，有人知影是安那满清跟日本发生甲午战争无？哦，无人知影哦。来，马上我卖了时间，我讲。出伫底呢？韩国吼，伊去哦，特登咧甲万千朝贡吼，朝贡甲欺负因啦。伊个官员来也要吞，也要食，要食，搁都当啊。伊讲，伊看讲，诶，一个日本强起来吼，伊甲清朝讲，迄个我无爱互你管，我要属迄个日本管安尼啦。哦，韩国哦，哦啊，日本讲，日本迄阵拄啊民主，迄个维新了吼，诶。强起来啊！伊讲好，你来属我好，我甲你保护。啊，当然是清朝就唔啊，
是为着安尼战争的呢，安尼发生甲午战争的呢，哦，所以你甲看下关条约第一条啥啥，你无看到下关条约吼，这是皇帝对皇帝啦吼。第一关，啥啥？第一条，下关条约第一条。中国人民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华人民所修贡献，现在迄拢无去啊！我即摆你毋免向我朝贡啦。甲午战争就是为了韩国去啦，所以第一条写讲啊，你韩国独立嘛，啊，事实毋是独立嘛，是怎变和日本在管啦？哦，这详细按大家理解啦吼、哦，所以。下关条约第一条是写朝鲜独立无？啊，第二条才开始写辽东半岛、台湾、澎湖三个地方割让给日本。哦，这第二条写哦，第二条就写，第一条讲中国人民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哦。我咱大家这，甲午战争就是为着韩国硬起来啦吼，啊，拍拍来了，可能台湾跟迄个平和也拢无去，啊，个辽东半岛也无去，啊，到尾我会解释，是安那辽东半岛未当摕，哦，有人知影无？初级班老读过知影，辽东半岛是清朝的固有领土，固有领土在国际法上不能割让，哦，领土是未当割让哦。哦，这世界法的规定，拿破仑时代以后就规定说领土不能割让，干那什么也当割让，殖民地，土地有两种嘛，一种殖民地，一种领土啊，哦，领土哦，咱形容词顶面做对了，固有领土哦，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迄种形容词就是领土了，领土就是袂当割让，殖民地开当割让，哦。啊，原来辽东半岛是清朝的领土，哎，神圣不可侵犯。你有没有讲较长嘞？形容词讲较长嘞，神圣不可侵犯的固有领土，啊，啊，实是拢咧讲领土，领土就是袂当割让哦。哦，对啊，这奉天就是迄、那个，就是迄个辽东半岛啊。哎，就是了嘛。啊，到尾，因为这苏联甲出来讲，人的领土你袂使讲个咯。啊，到尾到年底，他阁行，阁一个辽南条约，清朝阁赔日本赔几千万，无几千万尔。迄是下甲午战争下关条约，甲讲，迄条钱吼。来，我看这看麦，来下家的2万2交于日本哈、哦，啊，迄个高尾搁一个，高尾搁一个条约叫做辽南条约，这叫做 Treaty of Shimonoseki 马关条约、下关条约哈、哦，那个下关条约由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是违反国际法。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俄国、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迫使日本在10月7日，以4月17日签那个下关嘛吼，啊到10月较搁签这个辽南条约，这个叫做辽南条约，我写里底有辽南条约，就是现辽东半岛了，我记得，这个是辽南条约了，这个辽南条约就是要归还辽东半岛。来，土地有两种，一种是殖民地，一种是领土 ，colony 才可被割让。啊，那 territory 嘞，领土，国际法内底未当割让了哈、哦。来，那先就1895台湾是清朝的殖民地，才可给割让给日本天皇。哦，台湾一直是殖民地，所以会当挂予日本天皇。啊，那是领土，就别哦，辽东半岛领土。就袂当挂哦，迄挂是违法的，来个刑啦哦。啊，再那想讲1898年美西战争，
啊，西班牙一个就摆啊，从波多黎各、丘吧、古巴、菲律宾等西班牙的殖民地割让给美国为殖民地，这拢是美国的殖民地了吼。诶、欸，迄阵的台湾，迄阵的台湾干哩呢？应该台湾是安尼啦，千条无后壁后山才占无着啦，千条后山才占无着哦。你干哪头前尔，干哪遮尔？西部这边尔，爱割让，讲台湾实际上是割让遮尔啦。海西日本来到地，搁了十几冬统征服。1899-1899十几冬，二十冬啦。到二十冬，甲完全挂东部遮、高沙族遮拢总征服起来，甲到迄个1915年，甲全部统一起来吼、哦，台湾，甲变做一个建制一个所在。来，1937年开始实施皇民化。来，我讲个呢，迄个北海道、北海道、北海道吼、哦，本来唔是日本的土地呢。伊迄是迄个啥物爱奴族的土地呢？啊，日本去甲征服，啊征服了，伊开始甲皇民化，哦，迄个叫国际化啦。皇民化就是啥呢？甲教育，啊甲改名，啊甲创啥物，样样来了。宪法实施于北海道，从此以后北海道变成日本的领土，哦，本来是殖民地，你听哦。啊，因为皇民化了，变作北海道是日本的领土。啊，伊嘛是这国际化的规定啊。啊，伊嘛是将台湾照国际化的规定。不，有改名无？哦，改名啊，皇民教育啊，宪法实施于台湾。啊，毋过台湾有参议员、有众议员去日本开会。哦，1945年4月1号，宪法实施于台湾，台湾变成。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啊！所以你听到这来，你安呢？台湾会可能挂给别人未？国际法内底无可能啦！我安怎听有啊？吼，你要不要国际法内底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人伊从北海道安拢变作伊的领土啦，伊无可能咱台湾安啦啊！啊，个一个一点，美日安保条约哈、哦，美日。安保，因为这安保条约有没有包括台湾？有，当然包括，连菲律宾也包括。对了，你是咧讲啥？安信是得看啥？伊迄美日安保条约吼，无包括金门马祖哦，干那到台湾遮呢哦，所以咱安啦，免烦恼啊。咧惊共产来拍，咧惊共中国来拍，还早了，哦。好来，这几句叫什么？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实施宪法于台湾。啊，古早四月初以前征兵叫做啥？你敢有去做军夫？古早也是领土，也是殖民地的时候，未当征兵啊，捡来变叫做啥？军夫。1945年4月7日了，宪法实施于台湾了。迄阵征兵叫做啥？日本皇军。我查伫遮啦，变作领土，家己的领土征的兵，唔是家己的领土袂当征兵呢？哎，中华民国来到台湾来咧讲征兵，这违反国际法。哦，伊是迄个流亡政府在台湾，伊讲征兵，这把你啦，咱那五十。五十好，到时我慢慢过讨钱，我嘛去做军医做一当嘞。真正这边的这拢到时会当讨呢。照国际法的，伊是袂使，伊袂使征兵的呢。国际法啦，你有去这边无？做几当？两当啊，有诶三当的。三当的到时就讨三当的钱。啊，阮这做一当的，阮军医做一当的，会当到时拢会当。会当啊，这样套了吼。伊违反国际法，伊袂使征兵的，伊甲咱征兵，哦。到时再讲啊。
到时要讲，嘴少罔停啊，嘴少罔停啦。哎呀，无啥时间了，这 Portsmouth， 我在迄个日露战争哦，告慰前 Portsmouth， 我就用这要讲，伊伫对前面呢，伫纽汉下诶迄个 Portsmouth 前面。啊、所以这个条约叫做普斯茅斯，这是跟北方四岛关系。今天没时间讲这吼，到时咱北方四岛也阁是日本的啦。啊、所以叫苏联占的，哦，叫苏联占的。哎、欸、哎，啊，普斯茅斯条约有写个足清楚的啦吼。啊，这是迄、那个迄、那个四地岛，啊，四地岛就是哎、欸、日本政府哦、喔，买去甲苏联讨，啊，苏联讲好，一人分一半，我赢你。照讲是四地拢爱行啦，伊讲啊吼，一人啊是安那甲日本，伊本的土地吼，伊讲这两地行去啦，啊这两地甲啊日本啦，一百啦，啊二啊五啦，屁啊，啊啦这两地好千五三千里的，伊讲吼，咱一人分一半，因为四地岛啊，一人分一半。哦，我靠，日本当然唔咩啊，一只剩去两地平晒，两地平晒咧，啊剩的大地拢已经占咧。啊，这个开罗宣言，我想无时间通讲遮啦。开罗宣言是宣言了，我用一个来讲，开罗宣言内底有写讲哦，迄、那个奥克纳瓦是中美中共管哦，大战了是美国中国共管。开罗宣言内底写，各位有无？伫旧金山内底写讲美国管，拢无。所以我记这个就是讲哦，拢无照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是讲。咱两个甲面咧相拍啦吼，讲咱若拍赢以后，因到咱来甲分咱啊，甲分咱啊。开罗宣言就是咧讲这啦，哦，咱若拍赢，因到咱来甲分，啥啥，哦，台湾甲分啥啥，即款咧唔是国际条约啦。我讲这意思就是，不是国际条约啦。迄个私下咧讲个咧，讲哦，咱若迄个啊，因到咱来甲分，咱甲占做咱个啦，啥物啥啦，安尼啊，哦。所以开罗宣言有这个宣言，但是。伊是宣言尔，伊毋是国际法。结果旧金山和平条约嘛无照伊这，无照这个开罗宣言咧行啦，哦。啊，德黑兰会议，哎、欸，是安怎开始？是德黑兰会议，开罗会议谁了？开罗会议，开罗会议当时呢，这互恁知影一个。开罗会议吼，十一月二七发表的吼，因为是啥呢？迄、那个二二到二六开会。以前发表开罗宣言，啊，几个国家参加，美国、英国、跟蒋介石三个，啊，是咱苏联，讲啊，啊，然后迄个蒋介石伫啊，恁爸无爱参加，真正伊无爱参加，啊，是啊，不得不过日，他搁开始开一会，叫做德黑兰，哦，德黑兰会议，以前，啊，礼拜了就开始德黑兰会议，迄、那个蒋介石回去。按往斯大林去德黑兰开的，德黑兰是倒位？伊朗的首都，啊，开罗是埃及的首都，哦，跟往所在内容一模一样，所以德黑兰的宣言跟开罗宣言一模一样，伊都换伊来签字，啊，拢同款的吼。啊，来，我这我卖讲，我讲剩五分钟呢，我讲到一挂。好来，波茨坦公告吼，波茨坦公告吼，来恁知影一个，知影一个内容，恁免知影。波茨坦公告吼，你若想听着讲波茨坦公告，就是咧讲啥呢？对日劝降书，伊个内底一条一条讲，啊，你不能投降了吼，我军队互你等伊，啊，拢无啊财产啊，拢甲你顾咧，什么什么啥？波茨坦宣言咧讲遮啦，劝降书，安听有无？啊，所以到尾。到尾，日本天皇讲：“我接受波茨坦宣言。”你听，我接受波茨坦宣言，就是表示啥？导航啊！伊无写讲导航嘞。我接受波茨坦宣言。啊，波茨坦宣言就是咧讲，你日本若跟导航，我啥物互你优惠，啥物啥物啥物，写到一头去，足歹运。波茨坦宣迄、那个宣言的第八条，写讲遵守开罗宣言。
啊，所以好利用这条，当面咧讲个，啊，迄个开罗宣言都应该是无好，伊个个，啊，这有人拢宣言尔啦，伊写讲第八条咧，底写讲遵守开罗宣言，啊，开罗宣言就讲台湾要大胜了，要中国，伊中国咧用遮来出来一直咧讲啦，哦。诶，我，这种。这个马卡萨，伊迄阵吼派甲蒋介石吼接受日本的投降哦，这个是，这个蒋介石接到的呢，接中国，中国迄大片拢日本的嘛，日本占去啦嘛，哦，啊不，满洲独我，满洲去予苏联占了，啊台湾啊含北越，哦，这个蒋介石委员长接了吼，啊那满洲啊含北朝鲜，佮去予苏联接，啊剩的哦拢分较足清楚，哦，马卡萨。麦克阿瑟分个新人去接你，唔是倒位要好你啦，是你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尔啦。哎，佮讲哦，来到台湾变作光复节，拄阿只有咧讲哦，美国迄边咧讲，迄唔是光复节呢？迄啦，但是无啦，向投降尔，日本军向蒋介石投降尔，啊无咧讲土地的代志，拢无讲着，拢无讲着。哦，啊，搁来，迄、那个过冬啦，一月十二，省厅院一个公文，统一一二九七号信令，讲查台湾人员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是国土光复，啊，一日就将日本的台湾人变作中国人，啊，国际要变更，世界公法有哪有规定呢？哦，啊，这张就是迄个我咧讲迄条公文的，啊，世界公法内底，国籍变更应该符合自动。意愿合法，无啊！伊一张公文就甲你讲，你拢总变作中国人呢？啊，这有合法无？无，所以我唔是中国人。哦，这，咱唔是中国人啦。伊这违反国际法讲的，所以咱那个是台湾人啦，唔是中国人啦，吼。哦，啊，这迄个英国啦，跟美国拢有抗议啦，吼。因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其他卫生外交关系后，因此台湾虽已成为中国政府，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愿意恢复中国国籍。英国有抗议哦，啊，美国有抗议哦，哦，啊抗议啊，国民政府当公相为方便管理之暂时措施，暂时个靠近五六十栋啊，个要来暂时的，这是暂时措施呢。咱变作中国人是暂时，暂时的呢哦，唔是真正中国人哦。哦，我要用一张图，我过去看一下。啊，常好当下课啊，因为食饭的关系，咱若无先去食，等下遐两百个伫遐要食饭吼，咱就食无啦吼。来，这张图恁看一下，我看恁的意见是安那卡。哦，这旧金山，我咧甲你讲个，二米、四米，啊，含二十三条吼，二十三条所写，迄恁记咧吼。啊，二十一条是咧讲中国朝鲜，因中国还佫有另外得着利益个啦。啊，这三条是含台湾直接无关系啦吼。啊，美国总统，我这张吼，各位看一下就好啊。哦，啊，这台湾这世界独创个，选举也有提钱个啦吼，哦，不啦，这是以前那个要创这個，要有投票率超过50%的，为着安尼，他讲哦，选一票过瘾哦，因啊党也有提钱，党提四党提一票提50块，蔡英文提偌济？蔡英文提1.8亿200万呢，马英九提2亿外呢，第几块？迄啥？伫你落地下咧烧啦，要安那？你要干安那？讲台湾咧营养午餐无够钱，因较唔摕出来，迄拢地里落地下咧烧呢。来，我唔是要看这個，来，最后做一张，哦，这张，来，大家看这张，捌，这张是咧讲啥？来，看这张图，是咧讲啥？这是啥？这是什么鞋？啊？啊，跟我这支中华民国唔是啊，中华民国是这个拢红的呢。啊，国民党员是拢青的呢，啊是啊，啊，
啊，你无人看出这种的用意。我来讲，伊拉克美国军政府去讲，伊拉克有几个民政府，你知无？百几个啦，百几个。啊，美国吼，甲将伊伫美国迄、那个华盛顿 D.C. 也无几个人，无超过十个人迄组织，甲摕倒来做伊拉克的民政府，互因管理呢。卖研究读国际法的呢，卖研究读国际法嘞。伊也咧笑想讲，伊若用这个做，有若做台湾民政府，别日他以后可能会当看会当跟他们争取接到。这就是咧用，无代志用这个国旗敢用出来，这就是要接迄、那个，伊也想要做民政府，哦，伊也想要做民政府。这互各位知影者，这张哦，这历史记录啦，伊敢用这发表出来，就是伊也是要做民政府啦。吼、哦，我讲啊，到时那我咱即卖咱即卖这个组织哦，有迄个生足侪囝呢，还有啥物，毋是台湾民政府以外，佫有啥物？台湾、美国、台湾政府，什么啥，勿紧，我已经生过来个啦。到时吼、喔，要接近的时阵，会几百个啦。哦、喔，民进党伊也会出来变成啊，国民党伊也会出来要做民政府啦，逐项个。我甲各位讲吼、喔，到时会要接无对一个。美国授权啊。对，美国爱授权，要授权互相。迄、那个个美国政府，迄、那个啦，迄、那个像咱大家跟林志兴啦。啊，所以我讲。咱大家吼，对了就对啦，对这组对啦。到时百外个民政府吼，咱这组拄啊下，对啊，讲一定个，各美国政府个嘛，一定是咱遮个吼。啊，各位所以较认真读这个嘿法律，搁读啥？啊，要安怎做官？做嘿，大家啊，搁努力啊，搁几啊关个啦吼，几啊关个，搁迄个侪足侪哦。啊，无今仔因为时间个关系，到遮好。好，谢谢。